各位歌手，现在开启限时交流环节。每位歌手在限时60分钟内可以自由进入房间与原创音乐人交流，并给喜欢的歌曲送出唱片表达意愿。我喜欢这个歌。蛮多人有欲望的哦。起鸡皮疙瘩了，好美啊。我会选热血的。这个好听。他们要来了。Who is gonna come to my place?我又期待又害怕，看吧，看我的缘分在哪里吧。会有人来吗？徐老师，快来吧，我等你。哎呀！根据本期抢椅子游戏环节的结果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靓颖、单依纯、陈立农、孟佳、李嘉格率先出发。哦，走吧。我可以后出发，我都想后出发，是可以现在走了是吧？现在可以走了。OK， 嗯。一号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哎，快走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听哎，先表达。真的很喜欢，谢谢哦，给我两张。对，好啊。然后我觉得他很多词是比较击中我的，我用我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，可能他会区别于女孩子们的那个声线，对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，惊喜，对，好吧，我愿意尝试这首歌，而且我是第一个来的，你要记着，好吧，好，可以选我哈，好，我可以把这个歌好好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觉得我要选吗？我很纠结，因为就如果选这首歌可以选，但是我很累了。关我觉得诚意满满，然后写的东西又合你，然后你看这么多，从第一期到现在，我觉得能打到你的词不多。对，他最后一段是最打动我的。他最后他一下就拎起来了。而且你那句话给我吓着了，我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，然后你过来说，我就突然间再回去听，好像也反应到了。对，从第一句进来，然后他第二段的用词也很像老赵。现在所有歌手都可以出发。看大家都跑得这么着急，我觉得我也就别着急了，让我先来点山楂树下这款100%只有山楂和水，充分保留了山楂的营养成分，酸酸甜甜的，超好喝。山楂树下多吃不胖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这些大神级的原创音乐人了，大家给我点好运吧。这是谁？你到了啊！哇，这么近啊！这是你得去了。这么近，你们去问他，我先去别的房间。如果薛老师不选，那我就离开。你说我这首歌你最好，你有一个结果可以告诉我吗？如果你没有去拿 CD， 你告诉我。肯定我是也没听选这个，但如果你给了，我就不去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别老在这误会，咱俩谁跟谁？拜拜拜拜。嗯，好纠结，还在思考啊。我就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啊。你的最爱是？我最爱的歌都需要靠我的嘴了。哎呦，这么纠结啊！太难了。你选了吗？我一个都没去，一个都没去，还在纠结，还在纠结。你在纠结什么呀？这期是我四期以来最纠结的一次了。我最纠结的原因，其实反而不是不足够打动，而是因为这两首都很打动，他们打动我的点不一样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
哟，哇，水哥，喂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你唱的太好听了，我们在那外面听得很享受，是吗 ？OK， 就是我会觉得有一堆舍不得我的人，然后我会想要告诉他们 ，Let me go。就是我觉得很 peace， 很、啊、对，很 peace， 很安静，很舒服的把我带走了。对，我就是被带走了。我整个听的过程，我很专注的在听，会有那种感觉，真的很好听。那我先表示一下，我会抢。哇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有个很具体的画面感在脑袋里面。聊好久啊，他们不会已经在编曲了吧？哦，那我不是被记这么快了。谢谢我最好最爱的朋友，在门外偷听也很开心哦，好美好啊这个歌。但我好想听你唱这个歌，我也很想唱这个歌。Don't let me go, please just set free my soul， 清澈通透，安静没有。你最好，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慎重的考虑选我。我肯定会，你给我那么多卡了，都现在想把我这些都给你。我希望你是要真的想要跟我合作，你再选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懂？我懂你性格。明白我们之前合作很多次了，他是我演唱会的音乐总监。你不就像风一样？我尊重你的任何的选择哦，我只是表达我很爱这首歌，所以我给你五个唱片。谢谢你，拜拜，一会儿见。所以我现在我自己也是在纠结亮颖姐跟单依纯。出来找你，出来找你，哪里人？广东人，广东人啊，广东哪里的？汕尾，汕尾，汕尾的同学。哦，嗯，刚刚说在下愚钝，你是为我而来是什么原因？哥就是因为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，我跟我搭档张鹏鹏，我们一起写这个歌嘛，然后等一个机会就想给你嘛。如果我今天没有选择你这首歌的话，你会不会给别人？我不会。我就因为我那个标题叫我只为你而来嘛，但是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只为你而走，真的真的。我如果今天没有选这首歌，你会不会对你来说有点打击？我觉得不会，哥老实说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能给你听到，我已经是最顶了。对，我跟我搭档值了，哥说真的。咱这辈子没白做音乐，对，因为徐老师听过了，是吧？不会，不会，孩子，你听到这首歌是我的荣幸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你别这么说。首先，哥，该不会我这样让你很为难吧？不是，你不是让我为难，你是让我有点感触，因为你的这副词曲的用法很像我和我的一个朋友。哦，然后前面两句确实蛮像的，然后风格很像的，然后包括你写词的方式。我听过他好多歌。对啊，很厉害。但是呢，我本来这期你们讲了，你讲一下哈，我本来这期不是很想选歌，因为我演唱会还没结束。哦，我现在恨我自己时间不够多，所以有时候人的缘分吧，他就是你懂吗？他就是可能前后缘，所以但是我不知道，我这副词我感觉好像，我这副词曲我感觉像，好像我这次不唱不行了，是一种冥冥中的事情。你既然说了已经不会给别人了，我觉得我就不能浪费他了。
并且跟你一起好好坐下来商量，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作品，放在我的专辑里，这将是我的荣誉。谢谢哥，能听懂吗？谢谢。是荣誉，不不不，这是一首很难得的好歌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但是，少睡点觉应该能听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，我今天也没有什么选择了，这是我的六个环，还给你了。哦，你老弟，小你了。我总得做一些事情，让大家真的是奔赴是双向的，要不然我这些年坚持的意义在哪里？他给了我很大的回馈，让我知道我这些年没有白干。其实我感动他的同时，他也感动我。完了，我也激动了。等我一下一下，等我一下一下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做音乐没有一份责任感是不行。哎，赚钱干什么不好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个节目如果我还不能给这帮孩子们带来那什么，我真的是白活了。我废人，我一定要至少让那些好好做音乐的人一定要后继有人。终于到了美好的终于，哎呦！所以你选择的是周深。很喜欢的歌手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他还唱了我的歌。你们不要觉得我做音乐没有前途。就因为这个节目，我结识到这么优秀的音乐人，很幸福。我现在看到这个节目是看到希望了，我看到了很多很棒的年轻人，他们是真的有才好好做音乐，长期办下去会给乐坛里面增加很多新生的力量。哎，你好。林总 ，Hello， 哎，你们先聊，我们聊差不多。是因为我刚才爆灯了，然后我等一下再来找您。真的，你们先聊。其实你可以找他了哦，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聊完。我觉得这个节点聊完正好。一会儿见啊。啊，老师你好，因为你的歌太好听了，然后我刚才一不小心我都给你爆灯了。我再给你五个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很荣幸可以唱到专门写给薛之谦老师的歌。我的感受是，会不会给阿红有一些负担，但是已来不及，已经爆了嘛。后来我们就发现，我们感觉像一拍即合一样，很开心，太开心了。后来他找到了吗？曾经渴望的家，那个人一定不像我，自卑到责怪他。怪我吧，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，不大。哎呦，现在听还是。还是觉得很棒，谢谢，觉得很棒，谢谢。哎呀，明明他的梦一点也不大哦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的 key， 这是我的调，对。但是有点遗憾，就是我没有办法，就是直接跟你双向。没有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因为我觉得，特别感动的是，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三年了。曾经有可能可以稍微递一下这首歌曲，但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音乐缘计划，把这个缘把它续下去了。我觉得特别好，高度上去了。它是有仪式感的。我明白你意思。对，它是有仪式感的。请进哦，请进哦。Hello。哎，老薛还没有来吗？他走了。他走了，他有问什么问题吗？问谁？问他，姐，你再问他一下。谢，你说。没有，因为你第一句出来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人。是薛老师说的那位吗？是，因为也是我很好的朋友，很好的大哥，所以那一句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要不行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冲他来的。对。
很好，特别我们就是看最后那一段时候唱到我们都上头了，上头了，就我就是上心了，谢谢，不是上头了，上心了。我就是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谢谢，然后肯定很打动人。谢，一会儿见。谢谢。倒计时20分钟，好纠结。我现在脑海中就是不停的环绕这两首歌的副歌，对，甚至纠结到已经快到尾声了，我才决定去我的第一个房间。我有你看着我双眼。嘿，周深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纠结，我现在我刚才一个房间都还没有进去过。真的吗？对，这第一个房间一直在纠结。Oh my god， 一直在纠结，因为你的歌已经被爆了，所以就是必须要通过口才来说。但这方面我没有很厉害，但这首歌很好听，我也很喜欢。对，然后我们，我只是觉得这首歌它很打动我，哪怕它是第一首出现的歌，我到现在我还会一直记住它的旋律。我要你看，哦，你还记得？双眼。Oh my god， 太棒了！谢谢制作人老师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请进，请进。我先跟你说一个事儿。哦。难，我所以我就是。啊，我假装一下，再进来一下。哎，谢老师，你好。就他们俩进来时，我其实还是蛮激动、蛮紧张，因为他们俩就刚好是我这首歌想选的那两个人。嗯，是这样，我来晚了，不晚，是绝对晚了。为什么？不晚，好伤人。啊，没有，好伤人的话，你们创作人界都是这样的吗？我不知道现在啥情况，就是好直接。我不知道，像是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好，蛮好听的，那我都给完了。我先去了，好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，你们好好聊啊。对，我也差不多说完了，然后。但其实，我说实话。你先不要等我说完。对，好，100%的安全感去相信的制作人，跟你合作很简单，就不用去操心这一块，因为你都会想得很好。然后你后面有个但是，我就心里凉，但是停，因为那一下我只准备今天就只聊这一首歌了。把我的 CD 都放在这里，然后对，然后所有的消息，但是什么之类，你都不要跟我说，我到现场再看这个结果就好了。没事，你跟着你的心走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拜拜 ，Terry。就我特别开心，周深老师把他所有的碟都给了我，开心到就是在房间里面有一点不知所措，已经开始跳，就是开始舞动了起来。Oh my God， What am I gonna do？说明我们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哎呀 ，OK， 好，看看外面。嗨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请进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来赞美摩拜的。谢谢，请坐。然后这是我的，谢谢你。然后一种肯定，厉害，谢谢，厉害。OK， 好嘞，好的，好，加油，感谢，好好听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我觉得门尼老师很酷的，期待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和他一起写歌。我要出去揽一下客。哦。有人敲门了。Hello， 啊，你好，嘉格。嘉格老师，你好。哇，啊，请坐。我真的以为没有人会选这首歌。不会啊，很多人喜欢这个歌。是吗？对。哦，我觉得先要表达喜欢。啊，谢谢，非常喜欢。Hello。
我过来聊一下，你们聊。他非常有才，对，非常有才。对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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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今天没想到会有。我还是不介意合唱哈，你们先聊。嗯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。拜拜拜拜。哎呀，见到你好开心啊！哦，我没想到这首歌真的怎么这么倒霉，这么倒霉，在第六个。啊，是吗？对，我。如果我放在第一、第二个拍的绝对是我哦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他们的歌，我改编的欲望不是特别大。嗯，这首歌你想改吗？你想改成什么样子？我好想知道。India Pop。哦，因为前面相亲出来的时候，我知道就有可能。好的，那我先收下你的想法。一定一定。然后我是这样子打算的。我一定会给您报灯，谢谢。但是我其他老师呢，他们也很厉害，我想去给他们一点勇气。好，主要是我得出去巡逻，因为他那个报灯的时间一出来，我得赶紧跑，我得赶紧跑，很重要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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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吧。老师辛苦。哦，没想到。老师歌很好听啊。是吗？我叫门尼。我知道啊，我有听过你的歌。真的在朋友圈听过呀。啊，对呀。我是表示尊重。哦，谢谢。就是歌真的很好听。是我写这个歌的时候，当时是我人生中我感觉是最黑暗的时候了啊，就非常低谷，非常低谷。所以我就写一首这样的歌来鼓励自己。其实我不太想象有人写歌说他很难受很痛苦的时候，他会写的歌会写的比较悲伤。嗯，但我不是这种，我觉得是我性格的原因。哇哦。对，我想说自己鼓励自己。哇，好强啊。您现在手上有多少个音乐人？黄子老师没有啊？我觉得不应该啊。啊，对，这是一个很阳光的歌曲。黄子老师，你不思考一下他吗？我有啊，有在思考。我面板上唯一的这首歌，因为其他歌我都很难思考了已经。他在等你，等的心都快碎了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哎，因为好像就只有我进去了。Hello， 周老师。Hello， 黄子老师。我的任务结束。OK， 好。你不能说牵线，因为如果没有我的出现，他们也会在一起的。我只是说起到了一个督促作用，让他赶紧早一点去跟别人多聊点话。这不是好事情吗？这就是好事情啊。我写一首歌是你唱的。哪一首？青春须早为。哦，青春须早为是你写的啊？没有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还记得怎么。还记得是吗？哎，对。单位。哎，我都忘了咋唱了，我忘了歌词。没关系。哎，可以。记得。哇，天哪，那真是缘分了。对，作曲是我，编曲是我。对，哎，真的是缘分。真的。我觉得这两首歌。风格差不多，就是也是，我觉得也是比较励志型的。对。其实我刚才在听这首《每当我》的时候，就是，哟，我你的状态好冷静。我尽量就让自己冷静，但确实真的很慌，所以对还好。今天其实所有的歌听下来，我其实是觉得我自己最接近的应该就只有这首歌啊。我有很喜欢的歌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很适合，或者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非常擅长。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点就是说，无论是它的表达那股能量很治愈，它非常贴合，就我对我自己了解，我是觉得它非常贴合我的。同时呢，我是认为这首歌它总会让我有很多的好奇，想要去更了解它。那我觉得可能我在唱出它之前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了解。他的歌词实在太真诚了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。哎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陈立农老师，你好。哎，我这次来也是，首先我先表达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歌词是，我要你看着我双眼，然后看见里面有你自己，是这个感觉吗？没错，这首歌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特别挣扎的。嗨，哎，嘉哥老师，我刚刚有报灯，你好。这首歌超级棒。您坐。你编曲的方向下是什么样？这一次放的 demo， 其实我 mute 掉了很多东西。我感觉加了很多电子的东西进去。对，因为我这一次我想做一个就是那种合成器跟那种弦乐，然后一个的组合。你想要做的是比较
电子音乐的版本吗？但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董事大师，我用的是那种复古合成器，就是那种音效，对，然后拉长音的那种，很大，全是长线条，然后那种滋，对，然后它会跟上面有弦乐叠在一起，会很帅。包帅，我想问问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就是比如说他你也希望有男生加入，我都 OK 的。这首歌其实对唱也会很帅，也会很帅。对，因为这个歌本身它词啊，还有那些副歌起来的部分，它是可以叠起来的，可以。所以我这边是给你一个参考。如果你有心仪的声音，男生的声音，我觉得我这边是 OK 的，你可以跟他讲。好，好吧，没问题。对，我一定要还是要给。谢谢，虽然我已经报了，这是我对你的敬意。谢谢，这点吧，我一会儿再回来哈。好，拜拜。谢谢农农。嗨，是哪位朋友呢？嗨，我们是来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是来打歌的。哦，你是来打歌的哦。打歌。大哥，哇哦！门门在，你要报吗？我其实想报，你想唱第六首吗？我也是第六首，我在想。要不这样，我觉得哥啊，您去报的啊，然后我去 all in。你先去跟，我先问一下，我先问一下他的，我在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吧？对，我问一下。钟老师，啊，我对我想就是耽误您点时间。您现在心中对这歌有您想让唱的人吗？我现在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请坐。如果我唱您这首歌，您觉得，比如说我这五张放在您的，我觉得很意外，很惊喜。五张，端端老师的卡片，就呜，等一下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啊，用真诚的眼神。如果缘分，我因为上期我一直守在暴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帮报了。但我这期觉得，如果我老是这么做的话，可能不好，会外观，所以我就把它交给缘分了。但是缘分是谁来报灯，但是诚意是放在这儿的。希望您到时候能够选我。谢谢端端老师。啊，然后我这首歌，我觉得应该在我的音准上，就刚才您这个调应该。问题不大，这个 key OK 吗？啊，哇，咱可以试一下。你好啊，好啊，我今天正好是有，我们直接就副歌好了。啊，我好像现在就把你忘了，这样我才能安睡到天亮。我守在整个没有你的房间。OK， 哇、wow、哦、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录，所以一直在嚷，嗓音状态会比较哑，但是这个调应该是。我刚刚已经感受到就是你的爆发力了。啊、所以您相信我，如果您到时候选我的话，我一定给您完成好。谢谢，谢谢，啊、谢谢，谢谢端端老师，谢谢。我走了啊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请注意，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哎，现在这是爆灯环节。你还能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你还聊这么快？这是缘分哦。他在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刚刚请抢谁嘛？你抢谁啊？我正好从人六号出屋出来，我就正好摁的六。很多事情就是跟缘有关系哦。那我也来了啊。周深爆灯成功。刘端端爆灯时间是在爆灯未开启之前。这个，哎，我这啊，天哪！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限时爆灯现在开启。一出门，正好喇叭传来爆灯，那缘到了，那你就去勇敢的跟这个缘接触吧，就忘掉了。跟你说个事情。啊。我爆灯了。哦、oh. ，所以您可以考虑给那两位的，谢谢。OK， 我觉得应该多一个优秀的音乐人来诠释这首歌，给我一个人唱，我觉得稍微有些浪费，但是希望不要让我出现说在我前面还摁了一个人，那我就一口老血就吐在这里了啊，就往前寸个一秒两秒，有可能啊。哦，报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你先报一下好了。
可是我没有机会。那你想轮空吗？嗯。今天这六首其实都非常打动我，但是风格不是我个人擅长的。报得了吗？我报了。报了哪首？六。已经结束了呀。报没结束吧？现在已经没有没有。刚才的规则是今天的报从开始到一直到最后。到最后。OK。啊。报灯环节已经结束。结束了，你看。我怎么感觉每次录制我都是个傻子？不进就是给 CD 的吗？还要聊？还可以不给啊？第一期报晚了，第二期报早了，咋还有这个操作呢？这个，哎，我这，哎呀，天哪！我都是个傻子。萌萌，嗯，我刚才跟老师说了，我是第一个报灯的，所以您可以把机会留给其他两位了。嗯，如果到时候老师选我，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、没事，我也没想，我也没想，你到时候你报该报我还得去报。哎，我主打不客气一下。You know we are team, OK?、OK. 倒计时两分钟。然后现在还有两分钟，我还没有进去。跟他一起去，反正闲着也闲着了。嚼嚼烂，看看看看他怎么弄啊？听说你写的太多好歌了。谢谢谢谢。哦，你们见过？你们见过是不是？见过见过。哦，原来你们见过。对。我们也没地方去了，我们在旁边旁听啊。好贴近，还有这种观影席啊。我们两个观影啊，观影你们俩怎么聊？我怕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占个位啊。哇哦。你坐下来吧，你当我们俩不存在嘛？坐下来。哦。对，咱俩旁听啊，咱俩就是。我们是有声弹幕而已。对。交流环节到此结束。到此结束。耽误他们了，我们只是想说，哪怕是来表达支持，争取一个机会而已。我们一会儿下面见。哦，没想到我来这个点，这个也太卡点了吧？女演员嘛，对对对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对，很开心。我被 Q 回去，谢谢哥，好。要怎么样？看他选喽，没问题。对。哎呀，惨了惨了惨了，很纠结，咋选呢？现在思绪万千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歌曲匹配环节，有请一号房原创音乐人何家乐。我跟嘉哥姐刚才都已经对过 key 了，对，所以选嘉哥姐。哦，谢谢。有请二号房原创音乐人关浩德。哦 ，Walter， 我还是觉得我想把握这个机会给到小善。恭喜。有请董嘉宏。这视频给我的是一个每天生活的小目标那样的，就比如说我遇到一点小挫折，我就想没关系，以后这首歌肯定能够学着唱。哇！接下来有请周富坚。我选择汪曾祺老师。接下来有请钟天丽。所以我这次的选择是周深老师。有请钟婉云。我的选择是亮颖姐姐。谢谢。现在揭晓万众瞩目的爆灯结果，董嘉宏的歌曲足够爆灯成功的歌手是陈立农。钟天丽的歌曲《只与我有关联》爆灯成功的歌手是李嘉格。我先嘛。二号房原创音乐人关浩德的歌曲《Let Me Go》爆灯成功的歌手是张靓颖。我还是很抱歉的。没事。钟婉云的歌曲《我好想现在就把你忘了》爆灯成功的歌手是刘端端。欢迎来到山楂树下音乐园计划。不选我朋友就没得做。哦，真是你的朋友啊？那一会儿谁不选，那就是没朋友做。你要这样做人吗？抢这首歌的很有压力哦。爆灯要搞手术了哦。其实特别想跟周深老师合作了。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来一个合作的这种？哎，也可以啊。都不选我的话，我真的会伤心到爆炸。